这个月是父亲节，刚好也是我爸的生日，所以我们来拍父亲节特辑，看看我跟我哥谁对爸爸的了解比较多。那我要开始出这一题，是放水题哈。第一题，爸爸农历的生日是哪一天？这么简单，爸爸你不要乱动，你这样都挡到蔡成宇。简单，嗯，农历嘛。对啦，嗯，来，一二三，那通通加一了，都答对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哥哥不对，哥哥不对。哎、欸，七月七号。啊！爸爸不是八月十四吗？七月十七。七月十七啊！妹妹答对了。耶、yeah! ！可是。我先赚到一分。可是我 Google 的时候，他说没有，你看错，反差。再来啊、哦，爸爸的身份证字号。不是你这泄露个人，是我这个错，拍影片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就讲，然后就讲谁对谁错就好。我不知道啦。以后你要帮爸爸填什么资料的时候才有办法写啊？解答。G 一二。好，给他一分。你出这什么题目啦？太不背啊你！不是，出这一题干嘛？再来一题放水题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不是要给爸爸解答吗？那我真的不解答，爸爸就是一直坐在那而已。对啊，爸爸要解答。好啦，没有，爸爸要直接，你要负责解答啦。是爸爸要讲出来。对，然后你再看答案对不对？啊，对。那是不是再重考？不用了，就这样继续就好。好好，好了，那最简单，爸爸血型。太简单了吧！就跟你讲，一二三，爸爸来回答，爸爸。哦，好，两个都对，太简单了啦。来，再来哦，爸爸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？第一，爸爸自己也给了一下。第一个工作？对啊。我怎么猜？我怎么知道？打工的吗？是打工的吗？啊，是打工的还是正职？正职的，正职的，所以帮忙的那种也不算。我乱猜了啊！好，我只知道这个。一二三，解答，爸爸。台话。台话两个都没有。你又猜又写左右打，你又猜一样的。台话是什么？你看我们两个都猜一样的。你看哥哦，我是写左右打业务。台话。台话是什么东西啦？台话。台湾化学。王永庆。王永庆那个。然后嘞？台湾。那是工厂检验室啊，阿妈那时候就叫我去那边工作。我本来是写阿公的。阿妈说，爸爸要去台化工作，才可以把他的女儿嫁给他。难怪你会知道，所以才去台化工作。再来，爸爸做最久的一个工作是什么？最久的工作。我小时候常常去那边玩啊。提示啊！好，我写好了。一二三，最久的是哪里？中介公司。啊？房屋中介。房屋中介。我本来写房屋中介。你做了你这么久吗？那个，现在还我房屋中介现在还在做。你做房仲做几年？房仲总共做92年开始做。这样子做几年？做到现在，你看现在做多久？8年了。那房仲比较久。对啊，我本来写房屋中介，我是忙吗？对，你们东山河做很久，我一直以为是东山河比较久啊，因为小时候我都会去左右塔那边玩，小时候我们都去东山河玩啊，你忘记这个，他小时候是左右塔玩，对啊，我小时候是去左右塔，我小时候是左右塔做5年啊。头发那么短，东山的8年呐、啊。我比较接近。爸爸最喜欢的工作是什么？猜啊，我怎么知道？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。妹妹答对了。是啊。我不是东山的，我跟你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房中间做最久啊。对啊。可是东山的如果没陪的话，每天都忙这边。很开心。好了，再来一个。那是你觉得他很开心而已。每天晚上下棋。爸爸交过几个女朋友？很无聊。你还要解答？三，一个。关我
方回答老婆是初恋，这官方的是。因为连小庙也都说是。是哦，哦，所以真的是。爸爸最好的朋友是。你泄气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吧？我猜这个。一、二、三。好，都答对。答对了，答对了。我刚讲出来的。对啊，你已经讲出来。但是我没讲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你有没猜？我有大概在心里想过。再来啊，有不一样的，爸爸最喜欢的人，会不会太笼统了？对，最喜欢的人。对，我就写两个嘛，然后家人，或者是朋友。对啊，你或是我们两个写出来，然后看爸爸比较喜欢。好，你们认为爸爸比较喜欢谁？你们两个。我们两个。嗯，啊，一定都喜欢啊。那还有谁喜欢谁？好。一二，等一下，好，一二三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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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，爸爸最喜欢的水果。你猜好？这好像有讲过，但我猜好了吗？好。一、二、三，猜一个到头。爸爸，你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？哦，好不好？你觉得？草莓，草莓是你喜欢的吧？好，可不要对半，妹妹错。这是什么？香蕉。凤梨。你最喜欢凤梨？因为每次出去他都会买凤梨。那香蕉是因为爸爸每次跑马拉松他都一定要带。运动要吃香蕉。爱吃的爸爸爱吃的零食是什么？哦，简单简单，这个我知道，你不知道。爱吃的零食。对啊。好了没？反正你就写嘛。零食很多哎，有很多种都是叫零食。好嘞，都写好了。一。二三，可博，耶！我不喜欢吃花生的，明明就是可乐果。好，爸爸，他喜欢吃。最喜欢听的音乐是什么？我可以写两个吗？我学哥哥。好，一二三，爸爸解答。对，日本演歌。再来，爸爸喜欢什么动物？这么简单。送分的，对啊，等一下再来，几乎都是送分的，都是喜欢系列。好了，还没，还没，好，我们写好，好，一二三，狗，好，对，爸爸解答，狗，还不打鱼哈嘞，好，再来啊，爸爸喜欢的花。喜欢的花？对呀、啊，我说爸爸有喜欢的花吗？都是送分题，他都是从我们两个答案选一个啊。太难了，我猜一个，猜跟男主角叫什么？应该是随便写的。好，等一下，一二，嗯、有人要改答案了。没有，我是都补。现在几题啊？好，一二三，向日葵，旭日东升，太阳花。好了，对，对啊，向日葵啊，一样啊，我俩在写一样的。居然一样，好难得哈，你们的答案有一致，而且都是猜的。最喜欢的运动，太简单了吧？就放水了。好，一二三，爸爸解答。慢跑。哦，好嘞。对。好了，十五题了。哦，没了。所以谁？谁？你看太简单了吧？大家都答对。你那个学测，大家都是一样高分。就是没有见过。好，评分，妈妈助理，好，爸爸自己要处理，加分题，好，加分题，你要记哦，你要记哦，你要记哦，好。我的手表的品牌有两只，就两只吗？对。啊？这个是男生才比较容易注意的，女生根本不会注意的。同一个品牌，不同品牌。不同品牌。我不知道。好，要解答。好啊。一。一二三，解答。劳力士、雅米加，我知道劳力士，橘色那一个，对。哦，我不知道那是哪一排的、啊。哥哥答对。哥哥答对了。我最喜欢的汽车品牌。最喜欢。
最喜欢啊，还是最常开的？最喜欢不一定是最常开的。最喜欢哦，喜欢的最喜欢，喜欢的、哦、喜欢跟常开不一样，当然不一样啊。我听过这个，可是我不确定。就随便写呗，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拼，然后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，所以我就只好乱猜一个。是这个吗？其实我觉得是这个。要解答了吗？这个中文。一二三，请解答。我用它。No， 不对，一个胡萝卜，一个宝马。写菠萝蜜太差了吧？你不是有之前说想要买什么叉 C 九十？哪？怎么变成 Toyota 怎么那么中心？我的鞋子的尺寸是20几号。那你要选一个最接近的。英的日的英规日规还是什么规？我就说25到26，28到29，30到31。你可以选美规的吗？你知道你美规多少吗？我呀。对啊。大概知道。一二三。Lucky Seven， 我是不是猜猜的？90是不是猜的？90是我。没有，八号半我最接近啊。8号半，八号半太大了吧？对，太大了，太溜了，跑步会飞出去。你等一下去看，他们这张看起来没有写吗？我7号，我应该穿7号了，我穿7号。我最喜欢的颜色，一、二、三，蓝色，对。太简单了，怎么会穿蓝色？怎么会知道？那穿蓝色，你看东西全部都蓝色。开始放水了，这样太简单了呀。再一题啊，第五题。第五题。会不会第五题五题猜完，我们还是一样分数？有可能。就平手，表示说你们一样都很了解，一样的了解。爸爸的裤长。太难了吧？那就我们那基本，我连我自己的裤长都不知道，啊、我只有猜的，我也不知道我的裤长。长裤还是短裤？长裤啦，英寸，这都英寸的啊。太难了啦，我猜公分啊。你猜公分了？对啊。我干嘛就在英寸的？你自己换算啊。好，等一下我再请妈妈换算一下。什么？你是关我什么事啊？好了，没了，猜了。一二三，100到110。30到30，是英寸。对啊，不对，39英寸乘以2.4，看妹妹有没有接近啊？算。妹妹好像比较接近哦。短哦。对吗？我不高啊。99，妹妹的。你看。对，妹妹的接近。再五。我最喜欢的肉类是哪一种肉类？一二三，爸爸还说是最绝的，好，最绝的一题，这个就是关键题，关键哦。我是民国几年加入罗东义乡？太难了吧！我想一下，解答。等一下妈妈拿我的手机，我那边有服务证就可以。妈妈是姐不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根本不知道。几年加入？还没啊，没写。对啊。民国几年加入罗东义乡？答对的有奖品，一包海苔。去韩国旅游的海苔，我没有猜的啦。剩这一题决胜负哦。那结果两个都不对，又平了。对啊，就平手了啦，就最后三题了。二三，民国90年。一年。